學生在這裡寫幾篇文章，害怕要在施政報告他親筆來到在序言和結論點名批評，是不是現在言論自由都不行、學術自由都不行、連年輕的學生寫幾篇文章都這麼大的反應，是不是虛怯的表現？但在言論自由的環境底下，任何人提出任何的論述和主張，其他人都可以參與討論，這個是言論自由的精髓，這個是言論自由的精髓，這個是言論自由的精髓。